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本场的评书专场演出。那首先呢，就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借火》，表演者魏凤强。伤情罪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邀酒催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结亲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星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好，好，这个啊，来了，有好几万来了。我以为后边怎么了那人啊？不知道还以为我花钱雇的，其实都不是外人，都是我。都我的同事啊，我的朋友之类的，我老说啊，你们要是真喜欢，您该去买个花，买个花是吧？那看着也热闹。他们老不舍得花钱啊，每次下来还得请他们吃饭，也不容易。这个呢，给您说的是单口相声。实话实说，单口相声不好说，怎么呢？因为是一个人表演，要是俩人说呢，还好办一点，旁边站着一个。实在说是不可乐的，拿里边这位开个玩笑啊，拿扇子打一下啊，说一下，占个便宜怎么都行。说我自己说是不可乐，我拿扇子打我自己，好啊，倒也行，但是疼这个没有这样，但是只能呀，就是靠讲故事啊，说到您的心腹里边去，你才喜欢。所以说单口相声不好说。啊，但是单口相声跟评书有什么区别呢？评书啊，说的是人情世故，啊，说的大段的论述。你比如说，说个历史书啊，《三国》《水浒》啊，《济公传》《西游记》这样的书。单口相声讲的是笑话，啊，您在这儿一听挺可乐，听的是包袱。再有一个，包括我们也是，说单口相声也是一种学习，啊，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我平时也喜欢听故事，啊，有这么一个故事对我启发特别大。咱甭说是哪个朝代了，江苏啊，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有这么一个念书的孩子叫马世民，啊，家里头住一小楼，天天早晨起来跟这个窗户这儿打开书啊看书，啊，念书的孩子嘛，马世民，在他的对过呢住着一个卖菊花的老头。啊，卖菊花的姓王，王大爷，天天早晨起来，这卖菊花的老头啊，跟着窗台上浇菊花。啊，马世民这孩子在那看书，看累了，打开窗户看看这菊花，啊，看着挺好。有一天呢，打这个楼底下上来一个大个儿，啊，挑着两个桶，干嘛的呢？送粪的。啊，挑着俩桶往上走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啊，跟这个。浇菊花的老头矫情起来了，啊，老头随手这么一推他，挑粪这个大个儿咣叽摔躺下了，脑袋磕台阶上磕死了。啊，老头一看周围也没什么人，赶紧把门关上了，自己回屋里去了。啊，待会儿呢这地方啊过来一夜尸，啊，说这个人呢是自己失足跌死的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他自己失足跌死的，唯独马世民这孩子瞧见了。啊，不是，就是老头一推摔倒下了。但是这个事儿啊，就算是过去，没人知道了。一晃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啊，这孩子呢还在这窗边这儿站着看书呢。啊，早晨起来又大街上来一大个，挑着两个桶又来了，恍惚惚又来了。啊，这小孩一看，听说我眼花了吗？嗯，再仔细一看就是他。啊，当初啊摔倒下的大个挑着桶又来了。这大个来这儿，围着这房子转了一圈儿，啊，隔着这墙人就钻进去了。马世林就知道啊，这叫转世投胎，去了谁家呢？在他们旁边住了一个姓李的财主家去了。啊，马世林就打听嘛，一打听这家传出喜讯，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啊，心说我看着这里边准有事儿。等这个小孩啊一点点长，啊，长到七岁，浇菊花这老头今年都八十了。有天这小孩站在自个家这个房子后边轰那鸟玩，啊，轰那鸟一轰两轰没轰了，打地下捡起一块砖来，随手啪这么一扔，这砖头不过去了，整奔到二楼去了。
菊花那老头正在摇菊花呢，他要一看吧唧切脑袋上了，咣叽人躺这儿死了。马世林叹口气，听你招招报应循环啊，旁观因果，谁能想象得到，谁能看得出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包括现如今也是，你说有好多事情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，好多事情你说你亲眼瞧见了这你知道，那有好多事情啊是咱们想象不到的。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家医院啊，大医院特别好啊，医术也特别高，但是呢每天上午11点重症病房里边准死人啊，很多专家来了说查怎么回事也查不出来啊，公安机关也介入调查啊，也没查出来，也纳闷儿。每天上午11点重症病房准死人，有的刚才说啊，这刚才给东西吃都没事儿啊，护士测血压之类的都挺正常，护士出去一小会儿11点10分再回来，这病房里的人死了啊，未解之谜。当然是后来是解释清楚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每天上午11点啊，清洁工打扫卫生啊，拔完插头插上他那吸尘器，这边吃到干净了再把那个给插上，估计死了六个。哪家医院咱就别说了啊，省得人再打我，对吧？那个，这就是一说一笑。今天我给你说这个故事呢，叫借火。有人愿意把这个故事归到神女论里面，但是朋友们，咱分析这个事儿啊，你说这个世界上能有鬼吗？反正您要是问我，我说没有。就在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活了20多年，我都没瞧见过。说我这我90年的，可不20多年吗？是吧？90可不20多，我倒没瞧见过。当然我也不希望能遇上。那你说我走夜道遇上那多瘆得慌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有的人就保不齐就胆小，怕遇到鬼，怕走这个夜路害怕。但是你得琢磨这个道理，你想。即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，列位，咱们也瞧不见。因为你琢磨鬼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？投胎呀，对不对？他死了之后啊，到了那个世界，他得到那个部门报道去，领张表，这边登记，贴照片，拍个部门审核，然后转世投胎。他有一套手续在那儿啊，他没时间说我吓唬人玩。那多没意思，赶紧投胎去了，所以说咱也遇不着。再者说了，尤其在咱们北京城2000多万人口，这鬼早上起来一出来，到地铁口上早高峰的时候，往这地铁口一看啊，熙熙攘攘都是人，挤都挤不动，哎，我回去了，他转身走了啊。因为这个鬼要是挤地铁啊，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咱们早起说上班挤地铁都有这个常识，你要说真正早高峰那人，你上地铁有的时候你挤不上去，因为鬼咱看不见他。你说来个人老人上地铁，咱可以给让一下，鬼你能瞧得见吗？这边地铁口站4个人，鬼挤当间给他卡住了，地铁门一开了，前面两个上去了，后边两个没挤上去，地铁门啪关上了，地铁开走了。这鬼上半截到四会了，下半截还在西单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东西很危险啊，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有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建国后就不许动物修炼成精了，对吧？这是有法律规定的。再有一个，但是有的人怕走夜路，这倒是真的啊，挺黑的黑胡同不敢过去，害怕。但是过去社会也有说法，包括有老人常说男孩还好一点，因为男的呀头上有3把真火，2个肩膀有2盏明灯，你要是害怕了呢，找个东西啊，拿个扇子啪啪啪打3下，这火就着了。火一着了呢，这2个肩膀这明灯啊就亮了，这妖魔邪怪就不敢进前了。
啊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。真是说有点小的啊，你有点小，说晚上回家晚了办什么事儿啊？回家晚了挺长的，不动害怕，看着，哎呀，不是怎么回去呢？啊，拿耳朵一听，这时候啊，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啊，人就是这样，越害怕心里想的东西越恐怖。拿耳朵一听，就听这风。再一看，啊，这树都晃动，一看这连个月亮地儿没有，乌漆麻黑的胡同，怎么想怎么害怕，啊，旁边还有猫叫呢，喵。再一听这门，哇，太可怕了，啊，我就说早点回家还这么晚，在这胡同口等了十分钟连个人没有，怎么办？那也得回家呀，不能在门口我待一宿啊！啊，想了半天，他把那个老实年间那个说法想起来了。啊，男人头上有三把正火，得了，点着吧，啪啪打三下。你说那能是真的吗？要真是真的也好了。啊，说那个男同志抽烟没带活，行了，来我这个，啪啪啪，来你来我这个。所以心理暗示，那打着了以后啊，心里边踏实着。行啊，好歹是着了，但是他怕这个走快了，怕这火灭了，怎么走呢？我呀，慢点走吧，唉，一点点往前蹭，啊，缩着个脖子，翻着肩膀，他怕一刮风把这火啊给吹灭了，啊，慢慢往前走。他刚要往前走啊，这个胡同口又进来一位，这个胆儿大，这不害怕。但是一进胡同也吓一跳，一看前面那个摸着个脖子往前走，他一过来，师傅，你俩说这什么东西啊？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的，怎么没脖子？你要说是个人吧，没脖子往前走，行，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吧，一走往前走，这后面这个往前一走啊，有这个小故事。前面这个可就更害怕了，我害怕有东西跟着我。刚才我在胡同口等了半天没东西，这我一进胡同了，就有后边就有动静。不行，我呀，我得站住了。要是个人的话，我让他先过去，啊，我得听听见这是个什么东西。他一站住不走了，后边这位啊更不难走了，因为走夜路就是这样。你说前面有俩人，你说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没事儿。前面这正走着，突然站住了，后边这个可不敢往前走啊，他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儿。哎呦，怎么不走了呀？他可就也不走。前面这一听，哎，我肯定遇上鬼了，我不走啊，他也不走，我走他也不走，我得往前走啊，他就往前走。后面这一看，前面这东西啊，没脖子，走走停停，一弯腰捡起一块砖，那意思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可别跟我闹，你要是跟我闹啊，我这块砖我可不饶你，啊，那后边拎着砖噌噌噌噌往前走，前面这个更害怕了，快了，我走，他也走，哎，这不。不能到胡同口啊！我走到胡同口也得让他给吓死了。不行，我呀，我得回头看看，我得回头看这是个什么东西。你说他那回头啊，问一句后边是谁呀？啊，这边一说啊，一块走也就没事了。他怕他是一回头快了，他这头上这三把真火灭了，就连头啊带脖子带肩膀一块往后转，啊，就这样。我得看我后边这谁，我得看不行，我就让他给吓得了。我得开始，到底是谁？你想啊，大半夜在胡同里边，前面这人突然一转过来，后边这拿着板砖能饶着他呀？从上往下，啪，就给拍那了。拍完以后撒腿就跑啊！挨打这个，连喊出疼来都没有。拿手一摸呀，
这些画就像了呀，画呀灯打灭了，赶紧往家跑啊，这也过不到城了，赶紧回到家里边啊，找出药来上药，找纱布给缠好了啊，倒了一碗水，这边喝着口水压压惊吗啊，正坐着呢，大儿子大半儿回来了，一推门看见，哎呦爸没事儿所以说说相声美好的人就在这儿，你说头怎么回事儿？别提了，那个咱胡同有鬼，赶紧明天或者是找房搬家。大儿子，哎爸，你以前说这个胡同闹鬼我还不信，我跟你说啊，今晚上我遇上一个，我没饶他，我给他一板砖。你把我给开了、啊、所以说这就是人吓唬人啊，这人吓人就是这样靠脑想。那现在你说这是也就是过去有这黑胡同挺长的，人也少，也没路灯，现在好，现在你说咱们北京城到处灯火通明，尤其是三里屯那地方，你说夜里十一二点，那刚开始夜生活刚开始，但是你说真是晚上出去那天，就是我就遇到一个把我吓一跳啊，我们这边晚上散的场啊差不多得十一点，散场出去呢，吃完饭东西吃点夜宵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着一件事啊，我正走着呢，搭上这个路灯啊也稍微啊黑一点，路黑一点，我正走着呢，撞到一个人把我吓一跳啊，我一看什么人没有，咣当撞人身上去了，他一愣我看出来了啊，非洲人你想那人非洲人本来就黑啊，非洲兄弟本来就黑，还穿了一黑 T 恤，他一乐我看见他牙了啊，人家还不好意思呢，我撞完他以后我还纳闷，我说没打墙了是怎么着，这是没有，也加上我眼神不太好，因为现在社会都安宁啊，也平安，也没什么事儿。说真正过去你说在外边遇到个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，过去社会都乱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是和谐社会嘛，平安北京啊，现在包括过去穷人啊，你说还不上人家钱了，借那个高利贷还不上了怎么办呢，你说还钱也没有，得了啊，上吊吊死了，到这个护城河边长出歪脖子树吊死了，现在没有，现在都老百姓也都有钱，现在再有这事儿呢，一般都是直接分尸，现在都血腥啊，跟美剧似的，都血腥了啊！因为过去还不上钱啊，实在逼的是没办法了啊，先说自己安慰自己吧啊，我想开点吧，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啊，下午出来看着这落日黄昏，到这护城河边上找棵歪脖子树，列位为什么一定要得找歪脖子树？你琢磨这道理，这树要是直的，是吧？你能挂得上绳子吗？是吧？必须得有个横叉，得歪脖子树，你说啊，能挂上啊？行，实在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啊，借钱还不上，因为过去那人啊，跟现在人不一样，过去那人都要脸，啊，怎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过去的人还不上钱，他心里愧疚。现在你说真正借钱还不上了，你弄死我啊，都这样啊，我没钱你弄死我，所以都反过来了，当然过去也都是那个社会都是逼穷人，当然这开玩笑啊，都是逼穷人，这是真的啊，剥削穷人还不上钱了怎么办呢，找棵歪脖子树啊，一看啊，把裤腰带解下来啊，系个扣一伸上去啊，想开点吧啊，敞开心扉，系个蝴蝶结吧，别吵了，是吧？临走的时候痛快点吧啊，底下找几块碎砖一踩，把这套啊一套在脖子后边。唉，人活一世，草活一秋。唉，临了临了，得了，死了吧，什么事儿也就没有了。这手一松下来，他可就掉了。啊，底下砖一踩，人就掉了。这个上吊，我不知道您哪位好研究这个，好研究这个学科，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啊，这是一个技术。
那作为我们呢，都得了解啊，都是因为这绳子套啊，这手一松开，这俩手啊，它就上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琢磨这个道理，他这一勒上，这绳子勒的他疼啊，他这一难受，你说啊，不行，我得下来啊，这手一硬，我得下来。如果能这样，我天底下就没有吊死的人。所以说，这手一松开，十个人上面有十个人都后悔。为什么？他勒得疼了啊！但是这手呢，能往上抬，最多也就抬到胸口这儿。你说把衣服抓烂了，胸口都挠破，这个有啊。待会儿时间一到，这一勒可能手一下来，人就吊死了。上吊也这样。真正吊死的人呢，有一个特点，这眼啊，眼球往上翻，啊，就这样，往上翻，就他勒的他难受嘛，眼球往上翻，这舌头呢就流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舌头是肌肉结构，比如说咱人活着在这口腔里边，这一勒他，这肌肉一放松，舌头就流出来了。你说咱看那个电视剧，有这黑白无常戴一大尖帽子，这舌头多老长，那个就是吊死的啊，这个挺可怕的，舌头一流出来就是。为什么晃呢？因为它是吊死的，头这脖子上有根绳，这风一吹啊，它晃了，可怕吧？嗯，很可怕。你说白天还好。啊，白天有人一看见啊，说这有人上吊了啊。现在你说打电话报110，然后来警察来处理现场，法医鉴定怎么回事？过去也是，但是过去不叫警察啊，叫巡警格子啊。巡警格子来了以后，检验尸体，填一个尸格啊。这是民国时候是这样啊。清朝时期呢，叫仵作啊，大仵作过来一检验尸体，怎么回事？啊，现在叫警察了，但是那会儿呢，跟现在有一个区别。现在警察都是每天24小时啊，有值班的。过去不是，过去警察休星期天啊，每个星期就星期天休一天啊，不像现在是六日都休啊。当然，警察也是六日不休的。那过去只休星期天，说这个人啊是周日上吊死的啊，就得在这儿挂一天啊。周一的时候呢。然后警察那个啊，巡警格子来人，然后检验尸体，填尸格。所以说这个也得挑好日子。你说周日吊死这个就得挂一天啊。这还有说法，叫死尸不离寸地，用现在话说就是保护现场。但是这个人在这吊着，你有的人在这看着，谁在这看着呢？就得是当地的地保啊，用现在话说就是居委会派人来看着。啊，白天好办，你说派人三个人五个人在这围着还看呢啊，那都好办。晚上谁来看？大晚上的这边吊着一个，你在这守着他守一宿，那多瘆得慌，就得找这个胆大的。你还别说啊，这还真吊死了啊。当地地方找吧，找来找去找一个胆大的，这个叫什么呢？有一个外号叫赵大胆儿啊。这个人你听这个外号就知道，说人呀有起错名字的，没有叫错外号的。赵大胆儿啊，在座的您要是哪位胆小呢？你现在可以磕头瓜子儿聊聊天，因为我下面说这个特别恐怖啊。怎么叫赵大胆呢？因为他呀，你还甭说看死人了，就在过去何一清，嘘，好可怕。我说这段我都瘆得慌，其实我也就是白天敢说这段，晚上我都不说这段。什么叫何一清呢？说这主啊死了一个孩子，没结婚，小孩夭折了啊，新生孩子死了啊，到一定年头了吧啊，新生孩子老心里边老爷子生事儿，怎么办呢啊？派人扫进去，说左右村谁家死了一个姑娘啊，也都是年龄相仿，觉得新生孩子怎么办呢？给合阴亲嘛，把这个姑娘的啊尸首啊，把这骨骼呀 啊给弄到这个男孩这个棺材里边给殡葬，这叫合阴亲。但这里边有一个
也有一个技术活，就得这个人操作这个事情的人得胆儿特别大，得懂这个。你真是说不像现在看电视剧似的，说这人死了过多少年，把坟墓土打开了，棺材盖撬开了，一看里边有衣服啊，尸体有那尸架子都在给听好。但你说真正你说死了多少年，不可能这么完整啊！加上下雨啊，加上这木头到一定年头再一腐烂，这棺材里边其实什么都有啊，连泥啊，带雨水啊，加上你看都是在野地里边吗？啊，什么白菜呀、啊，啊，什么菜花啊，莲汤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在这尸体上的肉啊，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反正这个核阴区呢，得找一根红绳啊，真正这个人操作这人，先把自己啊拿红绳套在自己这个脖子上，下这个棺材这都撬开了以后啊，下去的时候把这红绳啊套在这个尸体的脖子上。俩人脸对着脸，可把他捧出来，然后再挪到这头那个棺木里边，这叫合阴亲。所以说有句话叫吃着阳间的饭，干着阴间的活啊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也有人说啊，说我大胆儿，我也能行，我就合阴亲。结果这刚一打开一看啊，吓死了。也有这种像不懂装懂的，但是这个招法胆呢，真懂。啊，和跟人合个姻亲啊，给死人穿个衣服啊，什么都懂啊。说那个没事啊，白天你们看着，晚上我来。要说人家是行家呢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天刚擦黑去买了一刀烧纸，买了一根鞭杆的香啊。什么叫鞭杆的香呢？有这个大拇手指头那么粗啊，有这么老长。这个香有什么用呢？说晚上在这个尸体旁边点着了，可以去这个尸体的异味，然后呢还可以避这个蚊虫啊，晚上有小虫子可以一点着了避蚊虫。然后呢又买了二斤啊猪头肉，打了一壶酒啊，这晚上好的吃点喝点，天也凉，喝壶酒啊暖和暖和。配了一个半打棉袄，你别看就拿现在的天气来说吧啊，白天是挺热的，太阳这儿挺热的，但是晚上你说十一二点，有时候风一吹还挺冷的呢。啊，披了一个半大棉袄，脚上穿了一双木头底的拖鞋。啊，人家是行家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有时候穿一双布鞋啊，早晨起来有露水就给打湿了。啊，穿上木头底的拖鞋，啊，风一吹就干了。啊，天刚擦黑，拎着这些东西啊来了。人一看，他还说：“你不是说早来吗？啊，这是几点了才来？”他说：“赵大人，啊，那没事吧？你们回去吧，我给看着。”啊，行行，那您给看着，我们走了。这些人可都走了，赵大胆在这看着。哎，把这烧纸，今晚上也就是咱俩人作伴了。看着你这年纪啊，倒熟的，你说怎么走这一步了？走了走了吧，给你啊烧完这纸啊，烧完这里边有衣服，你该拿走就拿走啊，明天你也是啊，把你给罚走就得了。就是这烧纸的这火的把这个鞭杆香啊可就点着了。点着香一看，哎，其实我把它搁在哪儿啊，我拿着不行，我不能自己拿着举一宿啊，这么老长的香。咦，哎，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这尸体不是僵硬的吗？他不是在这挂着吗？一看这个高度，把这死人的手指头啊就给掰开，合着就把这个鞭杆香啊给别到这个手里边了。现在好，挂着这样啊，手里边给他拿着香。这赵大人一看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还挺好啊，高度也合适，行。那个啊，你要了你的啊，我吃着我的啊，咱俩什么事都没有啊，凑合一宿也就熬过去也就得啊。但是吃着猪头肉啊，是喝着酒，拿现在时间来说啊，过了有这么半个多小时，这酒也喝光了，肉也吃没了，这酒劲儿啊是上来了，晕晕乎乎，听说我睡一觉吧，找了一棵树啊，这么一倒啊，他不是穿个半大棉袄吗？
底下铺一半，上面盖一半。可是半山没倒，你想啊，这手要是能进去，这脚就得在外边。心想我别晚上盘子蹲，别把脚给冻着，得了就下边。半山没倒就连身子下边身盖住了，这手怎么办？也冷啊，就枕到这个脑袋后边啊，找树套上透过一宿啊。按说呀，从现在这个时间到天亮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但是就有那个倒霉催呀，走夜路了。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你想，人就是这样，晚上天一黑啊，拿现在钟点来说，晚上十点来钟着急回家。当年回家以后，你走大路呀，也没事儿。倒霉催呢，他走小路，走护城河边。为什么走护城河边呢？因为走护城河边啊是弓弦儿，走这大路绕远是弓棍儿。着急回家，赶紧啊抄近道回家吧。人你要说俩人走夜路还好办啊，有说有笑的讲个笑话啊，你逗一个我逗一个也行。一个人走夜路，他孤独，怎么办呢？也不像现在似的，你说可以啊，听个歌是吧？怎么都行。过去那会儿也没这个啊，男同志抽根烟吧，打上衣口袋里边掏出来，把烟卷掏出来，抽烟吧，抽烟得着火呀，一摸兜，哎，一摸着火柴盒，火柴盒里边还有一根火柴，那也能抽烟啊，拿着点着了。一拿着烟啊，左手拿着烟，右手拿着火，刚要嘬，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，来了一阵风，呼，把这火啊给刮灭了。在座我不知道你有抽烟的没有，抽烟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心理特征，你要说没烟也没火，也就死了心了。这左手拿着烟，右手拿着火，眼看都要够到一块儿了，就差这么一嘬就着了，来这风把火给吹灭了。这个难受劲儿可是抓废了，这么难受啊！啊，嘿，哎，你这是怎么这么巧的事儿？你说刚要说来这风给吹灭了，一个火柴盒里边也没火了，大半夜我跟谁借个火呀？哎，你说，哎。一看离他不远，看前面有人拿着一个火啊，什么火呢？就是那根冰火枪啊。你想他在上面挂着来回晃吗？他以为啊有个人在叼着烟卷来回走呢啊。嘿，这不巧了吗？赶紧接走两步跑到跟前。这个借火的人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，都是先奔着火去后看人。你说你这有烟没火，看你前面有抽烟的，哎，同志借个火啊！哎，那个您抽我这个，你看都是先着火后看人，这个也是当年嘿，先说哎，这有一个啊，蹭一把，把这根边杆的香啊，这个火我来了，拿过一看，嘿、哎，心说大半夜谁举着香干嘛啊？好歹也有火呀、啊，啊，点着吧，嗯。这一抽，突然嘿着火，哎，你看嘿大高个儿啊！你想啊，前上边那个，这要看他，他呀一抬头啊，他这一啊呀，也害怕了。当时这脑袋嗡就大，这头发唰就立起来，这俩腿子砰就朝前了。他想得很好。我赶紧跑，这人要是一害怕呀，他可跑不了。当时这左手这烟卷啊，他就撒手了，但是右手这个鞭杆的香呢，他可就乱死了把了。我得跑，我得跑，一点点往这边蹭。其实他要是不啊这一声啊，倒也没事儿了，他也就跑了。倒霉催了，啊了这么一声，赵大胆醒了。
套椅套着树吗？哎，明明睁睁揉揉眼，听说谁按了这么一声啊？我做梦了？没有，谁按住你？哎，他回头一看，就看见那个香火头啊，在那蹭蹭蹭。赵大胆可不害怕呀，你想何金七他就敢。他一看，你走了，没这道理。白天挂一白天，泄露的晚上你下来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你得跟我说一声，对吧？明天人家验尸的来了，验我，那有没有道理呀？我在这看的就是你呀，你跑到天边去把那你追回来，一撩就半大棉袄，穿上木头底儿，过年趁着大趁着大，他就追上去了。你想啊，前面那个拿着香烟在那儿蹭着，这后边这木头底拖鞋这一响，差点没吓昏了。妈呀，他下来了，可就往前跑。可是他跑得再快呀，也没后边这人跑得快。急忙两步跑到跟前，一伸这左手，凉的。你琢磨呀，这手啊在那儿都冻得发抖了，冰凉棒硬啊。一伸这左手，砰一下，把前面这个后脖梗就给断住了。这个呀也真对得起他，这银子后脖梗就吓死了。你还别说，这赵大胆儿劲儿还不小。左手一攥着后脖梗子，右手一揽这腰，把这位啊给端起来。心说你跑，你跑，我看的就是你呀！啊，明天人家来验尸了，哦，验你还验我呀？你